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在场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期待已久的第三届由新加坡中国白酒有限公司举办的第三届狮城茅台杯歌唱比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金导，大家下午好。提起茅台，大家并不陌生。贵州茅台酒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作，在2018年和2019年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届狮城茅台杯歌唱大赛，受到了新加坡热爱音乐的一大批朋友们的关注和追捧，更是点燃了一场中国传统白酒与音乐相结合的文化盛宴。可是由于受到去年疫情的影响，我们没能如期举办，但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在确保所有参赛选手的安全下，与新加坡贸工部协调商议后，最终批准了本次比赛。在此要感谢新加坡贸工部对本次大赛的认可。本次比赛将按照新加坡政府的防疫范围下进行，虽然疫情当前，但选手们对于音乐的挚爱和热情属实让我们为之感动。自从去年开始，我们共收到了近100名参赛选手的报名，经过层层选拔，我们最终选出了10强，进入了今天的决赛。今天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用歌声证明自己。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4位评委入场，他们分别是亚洲音乐创办人及执行董事 Vivian 高玉晶女士，ADS Box 圣洁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 Jason 沈辉先生，新加坡音乐家协会会员、新加坡国际文化中心理事 Emma 江婉女士，以及连续担任3届评委的来自 VG Link 会计事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Jasmine 女士，欢迎。再一次感谢4位评委的到来。在比赛开始之前啊，请允许我宣布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次比赛为计分制比赛，分别从4个方面对选手进行评分，分别为音质音色30分、演唱技巧30分、情感表达20分、舞台形象20分，总分100分。评委将根据参赛选手们的综合表现评分，并根据评分总和评选出分数最高的前3位获奖选手。感谢所有选手们的热情参与，期待你们今天都会有很好的表现。在此请允许我宣布，2021第三届狮城茅台杯歌唱比赛现在开始。首先有请出我们今晚的第1位选手，他的名字叫做吴浩辰，带来一首《你就不要想起我》，有请。
多想某一天，往日忧愁。
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家的湖畔。这世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神奇。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这有生命像北加尔湖畔。喂，掌声送给我们的荣堂啊，谢谢荣堂。哎，荣堂啊，我看您这个声音非常的空灵啊，而且感觉跟李健很相似，是不是？那今天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因为就是我的朋友说我唱这个歌都是这一个的一个吗？都是朋友给我推荐过来的啊。比较就是他们觉得好听。那是你是哪里人？我是中国山东人。啊，哪里？山东的。山东人啊，我看个子也很高啊。那荣堂的话，比如说你疫情的话期间都在家干嘛呀？平常的话就是因为我工作，然后休假的话就是在家能偶尔唱唱歌这样。就在家唱歌了是吧？啊，那也是很久没有拿起麦克风了，是不是？是的，而且比较有点紧张。那我看今天有点紧张啊，我觉得他也是情这个情感已经达到极致了，是不是？是啊，好，嘿，再次谢谢我们的江荣堂，谢谢，谢谢啊。那声音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美的啊。OK， 在此呢，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三位选手啊，前两位都是男士，那我们换一换，换位女士了啊。OK， 有请我们的Metal 带来一首《太阳》。No.
我可以讲一首太阳啊，仿佛都把这温暖送给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啊。OK， 在此也是感谢 Maple。OK， 今天呢，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可是今天我觉得麦克有点紧张，是不是？那要不要我们掌声再鼓励一下，好不好？啊，别紧张，没关系啊。我看今天也是感情已经发挥也是很极致的，是吗？啊，一开始我还觉得哎很平，后来就是感情越来越上来，就控制不住了，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也同时也希望你能够得到好的成绩啊。谢谢麦克，谢谢，好一首太阳啊。OK， 那接下来呢？啊，其实他很勇敢了，因为是第一位女士上场啊，真的是。啊，也是感谢你把这个一首《太阳》温暖了我们啊。OK， 接下来呢，马上上场的是我们第四位选手。哎呀，这边给我还埋个响啊。OK， 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第四位选手啊，他的名字叫做海蒂，大家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因为他已经来到第三届了。OK， 有请海蒂送来的一首，名字叫做《离开你不是我》，有请。之后不知你在哪里，
我跟你连续三次参加我们的狮子茅台杯歌唱大赛啊，我前两次都与冠军擦肩而过。那么今天你大胆的猜测一下啊，目前你对于自己有没有把握呢？对对对，哎，可以可以说出来啊，这个笑容并不代表什么，好不好？啊，保持那个什么。正在参与就行啊，这对于自己没有太多的要求是吗？啊，能正在参与就好，是不是？但是今天我觉得海蒂的发挥也是非常非常的稳啊，啊，我觉得唱的整首的整体的这个展现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棒。也紧张啊，那这样子好不好？那就让我们在座的四位评审啊，好不好？那我们有请一下我们的 Jason 好不好？我们的沈辉老师啊，我们稍微点评一下好不好？啊，觉得今天海蒂的表现怎么样 ？Mike, thanks. OK, 好。那首先，海蒂，其实我觉得你，充满自信，哦，唱的真的，你上台是觉得很稳了，因为我觉得你身经百战的感觉，哦。但是，我觉得有不好的一个东西，我想讲一下哈。我觉得你的专注，感觉今天就是一个表演者，而不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上台，你是很。轻松愉快的心情上去，看一看左，可以看右。对我而言，你不把这个当成一个比赛，你只当成一个舞台，是好也是坏。我如果是我舞台，就证明你们这样很有实力，已经可以表演了。如果这是一个比赛的话，就是难听点，不尊重比赛。所以我是看你怎么样，怎么看。但整体来讲，我觉得你的音色技巧方面特别成熟。哦，你懂得怎么控制，你不用你的那个麦克风的技巧，你单单用你声音就控制得到你的声音了，这个已经是非常棒的一个技巧了，哦，所以我点到这边为止。谢谢沈辉老师啊，那虽然海蒂也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一位歌手啊，那他坐在旁边的薇薇老师有没有话要说？你觉得海蒂今天表现怎么样？非常棒。今天以目前为止，他是在台上最自信的一位。也是最开心的一位啊！对。他的笑容永远是藏不住的啊！可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海蒂，我们也谢谢老师的点评这些啊。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是，也是一位女士，实力女将啊，她叫美嘉，她将呢送给我们几张电影票，让我们看一场最长的电影，有请。全情的心。
心
Thank you.
像我的名字被一瞬间清空，我终于失控。
我们完全听不出来你弹错啊。我跟谢谢咱们简简啊，这头顶的风是不是？我觉得你拿吉他，我觉得比你那个光唱的时候更有内力啊。嗯，自己真的是这样吗？哎，正好，那我们也是让，帮我把琴帮我先收一下啊。哎，简简你可以回来啊。啊，我今天想听一下啊，我们今天四位评委啊，对于我们简简的表演啊，做出如何的评判？你好，又是我毒舌，只会讲坏的东西哈。那这边简简对吧？我真的确实我赞成我们的这个非常帅的这个主持人啊，君龙说的一句话啊，就是我觉得你打吉他的时候呢，感觉比你轻唱就比你更自信，更自信。感觉吉他就是你的抱枕，你懂吗？每天晚上抱着他睡觉的那个，那没有了他，你就没有那个自信。我就觉得你站在那边就唱 KTV 给我听的感觉，刚刚之前的感觉。所以我只能说你再加强一点，再努力一点，你会更好，好不好？太客气了，请问，我听懂了。你的姜文老师。我是对有才艺的女生特别有好感，因为本身会几种乐器不太容易。他除了吉他还会架子鼓，然后又会跳舞，是不是？太酷了。才女啊，才女。特别有才的女生，然后你的形象啊、台风啊，我都觉得非常好。然后从选歌方面可能稍微注意一下，你的音色也很美，整体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很欣赏，谢谢你。好，谢谢马老师，谢谢，同时也感谢简简，也祝你今天有个好成绩，谢谢。接下来啊，我跟接下来呢是有请出了我们今天的第八位选手啊，时间很快是不是来到第八位了？那这位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很稀有的男选手其中的最后一位啊，有请就是我们的秋楠啊，有请秋楠带来一首《像风》。有请。各位朋友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八号选手秋楠，下面送上一首《像风一样》，谢谢。Thank you.
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对方。谢谢。哇，好一首像风一样。看到我们秋楠啊，这个你也叫邱老师是不是？哎，对啊，这个拉麦是不是也很棒？是不是啊？这个声音控制得非常好，非常的感动，而他的声音是非常的浑厚，而且还有磁性，是不是？谢谢，像风一样啊。那邱老师，疫情期间都怎么办？都上不了课，你都在干嘛？疫情期间上网课，或者是在网上发一些教育类的小视频。啊，发教育性的一些。对，教育性的教育类的小视频啊，教育哪方面的教育？语言啊啊，华文啊，老师啊，对对对，啊，这个是我们的华文老师，是不是啊？那为什么歌唱的这么好？假期期间其实我也有租用我们开班的器械回家去练歌，因为我很喜欢，所以经常的话就会放家里面放10天一起在唱。啊，此处是一段硬广啊，这广告加的好啊，因为海峰这边也是有啊一个很小个的一个点歌系统，可以在家来唱没问题啊，对不对啊？效果也非常好啊，对，非常好。但今天站到了舞台上，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对对对，感觉更好，爽不爽？爽，那就行了。好，那听一下我们啊，听一下我们艾玛老师的评语吧，好不好？秋楠小好，很多年前啊，我就看过你在那个。中国好声音的应该是决赛，新加坡赛区的决赛。对，当时印象非常深刻。谢谢。对，也是在各大比赛的场所经常看到秋楠。那么秋楠在2-3年前也参加过嗨翻 KTV 举办的歌唱比赛，拿到了前3名的非常好的成绩。那么今天给我的感觉，整体能量有在提升，所以从舞台台风方面啊。唱歌的技巧啊，如果我参加比赛，我是不敢选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难处理的一首歌。但是我很喜欢你的处理，你的层次都非常非常的好。他也是这几个男生当中，我觉得唱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一个选手。也很感谢你今天的演唱，谢谢。感谢老师，谢谢艾玛老师。那我们男士要不要发言呀？啊，还有我们的 Jason 要不要？今天一言不发吗？真的一言不发 ？OK， 静静的看着好，是不是？等一下帮我们计票啊！啊 ，OK， 好，喂，谢谢我们的秋楠，谢谢。喂，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第九位选手啊，他是我们本地选手，他的名字叫做 Vale， 他今天选的曲目是叫做《得不到的爱情》，有请。
谢我们的 Bell，OK，OK，、okay. okay, Bell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哎，大家好，我是 Bell， 新加坡的选手，大家好，大家好。OK， Bell 是来自我们本地的啊，唯今天我们参赛的唯一一位本地的选手，是不是？啊，是哦。啊，好像是哦。啊，然后呢 ，Bell 呢，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首风情万种的这个歌呢？而且今天他也是唯一一位啊，选择有这样律动的一首歌啊，我们感觉这个挑战也是非常的大的。OK， 对，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因为之前呢 ，Joanna Dong 在中国的中国 Sing 唱的老歌新唱，然后就被他带动，被他感染了，所以这首歌所以今天会带来这首歌。那这首歌算是老歌。哦，可以，看来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一首这样的歌，翻唱了一下。对对 对。然后你也很喜欢，然后你今天也翻唱了一下，是不是？啊 ，OK， Bell 版的这首歌是不是？啊，那 Bell 的话。那你刚才也看了其他八位选手的演出，对不对？啊，你要问我什么？啊，你要问我什么？我想问你，就哪一位对你来讲的话是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选手七号，因为他什么好像什么都会啊，全才艺才女简简是不是啊？他全都会，真是太有才了啊！太有才了 ！OK， 同时也掌声送给简简啊！哦，有人现在背后真的很夸你了，是不是啊？说你是才女 ，OK。我也想同样也倾听我们台下的四位评委有没有想对 Bell 评论的？请多多指教。啊，又是我们的沈辉老师，毒舌，毒舌。啊 ，Bell 你好。OK， 其实这首歌呢，我觉得它有它的优美的地方。我觉得你刚开始唱的时候是特别。在这个歌曲里面是特别性感，因为你又有一个舞台魅力。谢谢。我喜欢前半段，但我不是很喜欢后半段。我觉得不是你的错，是这首歌的错，因为它的这个后续的曲风呢，虽然是一个创新的曲风，但我觉得后面的后半段没有真正的帮你取分，反而是你前半段你取了蛮多的分。谢谢。啊，所以你选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而且中间有很多。音乐在拖的时候，如果你站在那边一直看着我们，你也会尴尬。除了跳舞之外，你可能可以想一点东西，做一点东西，让大家觉得还是享受在其中。好，谢谢指点。哎，不会。老师，维明老师，你好的，你好，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首歌。我的意见其实是跟 Jason 老师是一样的，前半段真的很棒。甚至你那个伴唱的部分啊，你自己唱出来了，谢谢。下次可以邀请我们主办方看看能不能给你申请一个伴唱。下回我在后面，谢谢。下回我唱啊。好啊，期待哦。对，很好。忘不了。可以知道你自己本身是做跟音乐有关的职业吗？哎，没有哎，我就是在洗澡间唱。啊，因为那个浴室选手是不是？是，就是我，很棒。后面的话，因为音域太高的话，可能如果有机会，可以找专业的老师给你指点一下，相信你会演绎的更完整。好，谢谢。所以说可以找 Vivian 老师。是，期待。亚洲音乐啊 ，OK， 谢谢 Bell 精彩演出，谢谢。然后时间很快啊，接下来呢即将。请出的就是我们今天十强选手的最后一位选手，她呢是来自宝岛台湾啊，一位非常可爱美丽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做伊娃，送来今天最后的演唱曲目《我是一只小小鸟》，有请伊娃。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送给大家，谢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牺牲了翅膀，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
每次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倔强。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可以去薇薇老师那里。那么伊娃的话，那今天怎么会选择来到我们今天的比赛呢？比赛，因为我看在滑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比赛，然后又很久没有有这样子的场合可以拿起麦克风唱歌，当然参加。啊，所以说这种好的机会绝对不可以放过，是不是啊？对。那如果说疫情马上就会过去的话，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第一件事的话就是疫情。
你是指新加坡而已吗？不讲新加坡，还是哦，随便了，不看你。如果说疫情结束的话，哎，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可以赶快回家，以不用隔离的方式。啊，那多久没有回台湾了？快两年没有回台湾了。快两年降价了，是不是？非常。啊，那在此也是，是不是也希望啊，疫情早日结束？那我们今天的四位评审对伊娃的表现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先讲两句话。伊娃最后一个选手，但是燃爆了全场，我们的全场真的很棒。这首歌不容易唱，但是你的演绎可以说几乎是完美的，只是到最后那一点点，有一点点掉下来那个音，但是几乎是。完美的，很棒，真的很棒，谢谢老师，非常好，加油。小飞老师，是的，是的，我也非常赞成丽莲老师所说的，几乎是完美，真的是完美，就是最后一个高音，就是最后一个，差那么一点点而已，就是差那么一点点。那我非常喜欢你的表现，非常喜欢你的声音，非常喜欢你纯熟的技巧，而且你看，在尽管是一个呐喊。你可以放狮吼的呐喊，但是却不会混淆，那很顺的、很美妙的带过去了。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选手做得到的，非常棒。谢谢。伊娃老师，艾玛老师。对啊，很惊艳到我，整体表现非常完整。我一度在想我们的这个 KTV 的音箱会不会爆炸。在担心医生是不是？啊，幸好是 iPhone KTV 的音箱，对对对，质量啊，对对对，非常非常棒啊，对对。铁肺，嗓音非常非常棒，谢谢老师，谢谢你的演唱，谢谢老师。这次 Jasmine 老师要不要开口呢？啊，依然不开口。OK， 好好好 ，OK， 那再次掌声感谢我们的伊娃，谢谢哇，真的是燃爆了全场。音箱没问题啊，音箱质量杠杠的，对不对啊？喂，以上呢，所有的参赛选手呢就已经表演完毕了，那就让我们现在的计票时间了，好不好？喂，这次呢，到底今天的比赛啊，谁会脱颖而出，获得我们评审的芳心呢？让我们静候佳音啊！我们评委呢都打分打好了吗？都打好，那我们或者在我们的金志面老师这边，让我们一起统计一下啊。OK， 在我们这个计票的时间啊，我们稍作休息，等一下就会公布今天的比赛的成绩。OK， 谢谢，等一下见，谢谢。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觉得能唱歌的话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然后所以也是这个比赛也是来之不易吧，我能参加，我感觉非常的幸运。我觉得这个比赛。办得非常好，时机也选得非常棒，因为现在如果大家继续就窝在家里的话，现在我们的政府啊，各国啊，都是给国民，各个国民打那个疫苗了嘛，那现在要开启那些市场也是时候了，所以这个比赛呢，主办的时间主办得非常好，本身觉得为什么会选择，因为这个疫情到现在也已经有一年多了，我们喜欢唱歌的艺术家们，应该这样讲嘛，或者是说以前曾经是以活动或者是接婚礼歌手这些比较喜欢音乐的朋友们，都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可以在摄影机前面或者是让大家能看到的拿起麦克风唱歌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已经很久没有了，所以我才会想来唱一下，很久没唱歌了。那就是感谢这个新加坡白酒公司举办这个茅台杯，让我们许久没有唱歌的音乐人终于可以再一次拿起麦克风唱歌，感谢，谢谢。OK， 接下来呢，请允许我有请本次主办方新加坡中国白酒有限公司董事长余伟荣先生上台颁奖。
首先，2021年第三届狮城茅台杯歌唱比赛获得第三名的是秋楠。秋楠总分是328分，恭喜秋楠，可以摘口罩拍张照片好不好？秋楠呢将会得到本次比赛的大赛奖杯以及现金388元，恭喜秋楠。接下来指令是我宣布2021第三届狮城茅台杯唱歌比赛的第二名亚军是5号选手美嘉，总分331分。您将获得由新加坡中国白酒有限公司提供的大赛奖杯以及现金588元。啊，请学生们注意一下我们的今天的距离啊！啊，请戴好口罩，谢谢。接下来最万众瞩目的一刻到来了，2021第三届狮城茅台杯歌唱比赛的冠军选手就是是伊娃，恭喜伊娃，总分356分，真的很高的一个分数啊，像刚才他的歌声一样高啊！我会恭喜伊娃。接下来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三位获奖选手，可以一起合影留念吗？三位获奖选手一起来，拿着你的奖杯和奖金。先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啊！谢谢。恭喜三位选手，谢谢。接下来呢，同样要感谢我们本次的四位评委老师啊，有请 Vivian 女士、杰森指挥先生、Emma 女士和 Jasmine 女士上台，谢谢。再次感谢你们的辛苦啊，今天为这么多选手进行点评。合影留念，其实你可以站中间比较那个对称，可以啊。OK， 好的。
再次感谢四位评委老师，谢谢。接下来也是要感谢我们本次场地赞助 HiFun KTV 的大力支持，有请我们的HiFun 的代表 X 上台领奖。我们同时感谢我们的董事长于伟宏先生，谢谢。我谢谢朋友们参与今天的2021第三届狮子茅台杯歌唱比赛啊！再次谢谢各位，在此呢，所有的十强选手呢，也同时会得到由新加坡中国白酒协会送出的会员卡一张啊，可以在全岛近百间餐馆可以尽情的使用，而且会有特别的折扣啊！同时呢，第一名呢。第二名、第三名的冠军选手、亚军选手和季军选手呢，也会得到由圣洁娱乐公司送出的价值800元、500元和300元的礼券。同时呢，每一位参赛选手也会得到由 ATBox 圣洁娱乐公司提供的100元的 TikTok 网红培训券，是不是啊 ？OK， 谢谢。同时也会由亚洲音乐学院提供的价值200元的钢琴礼包券和免费的声乐课程体验。最后呢，还有是海帆提供的惊喜礼券，以及由天味餐饮集团送出的50元现金券，谢谢各位，感谢。那我们今天的歌唱比赛呢，就马上接近尾声了啊！让我们再一次祝贺所有的参赛选手，并感谢本次的主办方新加坡中国白酒险公司，同时要感谢新加坡贸工部。新加坡音乐家协会、新加坡国际文化中心、ATS Box、圣洁娱乐、亚洲音乐、嘉德娱乐控股、天味餐饮集团以及本次场地赞助海帆 KTV 对我们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谢谢。OK， 那疫情当下，新加坡中国白酒险公司呢排除万难举办了这场第三届茅台杯歌唱大赛，希望给所有的参赛选手们带来一个难忘的回忆。疫情虽难，但阻挡不了我们想畅想生活的热情。唱歌从来不只属于拥有完美嗓音和创作天才的人，更属于每一个热爱音乐、歌颂生活的你。希望通过本次狮城茅台杯歌唱大赛，可以鼓励更多的人以更积极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疫情，同时也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畅想明天。再次请允许我宣布2021第三届狮城茅台杯歌唱比赛圆满结束。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感谢各位的热情参与，我们明年再见，谢谢。